专业可以去也是从大脑生理的东西出来。这是啥？好像就是在长春，就是去骑个马拉松，正常的，正常的马拉松。因为现在感觉其他也蛮多支点可以骑得起。我现在是啊，可是我觉得，其实我爬起来后，我屁股会先动力，而且人，我现在是要弄他屁股而已。就是他屁股，你就试试看，你就先把屁股往上送，反正他这边不会在那里。注意一下，别你尤其是开头就在做什么，不要自己开头就在自己的工作。注意事故。
切都符合女巫的预言。但是你得到权力的手段恐怕不是正当。他们说你的王位不会传给子孙，但是我却会成了国王的祖先。发生希望吗？安哥，你们想要？对。安哥。你永远拿不到的。闭嘴吧，不要再说了。余光完成。一切声音都把它放大，对，至少这么大声你会听得到。OK， 再大声一点。克白，你已经如愿以偿，国王、爵位，一切都符合女巫的预言。他们说你的王位不会传给子孙，但我却会成为国王的祖先。身上已经应验了，难道我就该对未来发生希望吗？你快点说吧，我们会回答你的问题的。Huh?